场都会赢，我操！我觉得是吧？上把你是输我，对，七块钱我记得能赢。我还以为啊，开赌啊，91号，我操，我他妈的白的赢5块钱，3块还是5块？5块，很少，5块，安排到好吗？可以。就是有这个。跟不跟就问你，我操！跟啊！我操，跟！来！来 ！boy！ 有点后悔了，感觉。我操！原来他们能十分了，这七块跟的有点亏了。六个，六个，快点上线！啊 ！I pay for you win the game. Huh? I pay for you win the game. You make a bet, you know? Bet. I got you.上。Yeah, yeah. Nice passing, boys. 进啊，都得投篮。哇，掉局了呀，怎么感觉？他十分，我操！你看赔率了，七块钱，那么你今天赚了多少？赚了一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对，赚了一个小时。好，弄完这一把，他们心疼棘手了，不打了，是不是？赌完这一把，你败了，真的是。一块，我操，这里赢2块钱了。希望他们哥哥他妈今天跟嗑药一样，怎么样？准进了。你上看过他们打球？我跟他们打过两次。是吗？牛逼不？我们都有。哇，昨天知道内幕了，敢跟我说吗？不带劲，不带劲。但是不代表我们赢了，不练，知道吧？他们打的也挺好的，他们内线。他妈多打内线叫他们，他们内线很难的，其实。他们尤其是现在打，真假？我操，来了个猛人，你知道吗？
Yep.
我操！快出来了，你们队友操！他们跳贼高，我的兄弟。三分，对。七八女生挺多的。感兴趣吗？他妈的，以后不敢，不敢跟你们以后说了。啊，良心是会受到谴责的，我不能做亏心事天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很老实的，他妈的，都是会上天久了。你看上次我把苏哥的他妈指甲剪去了，他妈难受了两天了。啊，我不跟你们去了，你们去吧。跟谁签啊？我操！有妹子照片，让我过下眼瘾呢！我操！人性，主要是人性，我操！看美女是天生的，看这种不做过分就行，对吧？对，就可以去看一下，有好看的可以去看一看。但我喝酒，对，就喝酒也不喝，看一眼就走了。去哪里？跟谁啊？我操！我认识吧。是我那个朋友，高光那个，高光那个，他是 LeBron， 哦 ，LeBron，OK、okay。I know LeBron， 我操，他们的妞都很菜，我操，他们妞他妈的不好看。走远了，老艾，走远了，他妈的，今天赢了我一个小时工资，太厉害了。他们起内讧了，你跟他们打了两场压力球吧，打的是多难受啊！哎，不摆了，他妈的打出篮球快了，我操！放在中间，这个球传过来就能断吧？是刚刚那个黑色进攻那球吗？对，不应该传，因为里面他怕他们过去，要么就放空三分。要做好，就说要里面有一个比较快的，去抢断。反正他们能交流，交流好就 OK 了。N1，好强啊，这兄弟真的是。外面的话，你要确定里面他不能看。嗯哼。抽烟呗，等一下。必须来给我们送饭吗？渣的呀，他老我操。他说 OK 吧，应该。我估计他做完才会问我。肯定啊，他废话。要不他妈剩下的就给你带过去。很渣了，别上次他妈的，哎，这歪歪几点了？歪歪有没有给弟弟点饮料？歪歪他妈的，哦，对哦，我操，挺可笑的。谁他妈可笑歪那表情？哇，进了就牛逼！我操！呀 ！Say something to the camera. Say something to the camera. That's out.
加油，铁铁能赢啊，这一波。那、啊、可能你他妈在你面前卖座一样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被妈妈讲了吗？没被妈妈讲，妈妈他妈说他妈的别忙了，他忙着打牌。打牌打到忘记。我加你妈手机，你牌打牌了，马上就开始骂。废话，骂你。牛来龙猛，飞进箱。他妈的，他妈的，老妈让你他妈的点外卖，你他妈的打游戏，跟我说你他妈忙，啊，他妈不用回家了，门都给我锁了，只能像小公主给我开个门，开个他妈后门，我操。再说他妈的跟你和你的儿子一起扔出来了，哇，流浪狗们，流浪狗，流浪海，很惨的，他们 hold 不住自己。你妈主要是骂你，不是说我是骂骂，我给我摔了。你妈有宿舍有拿到过？没有，他知道不能鸟人。什么？他知道不能鸟人。哦。玩呢？玩。但他咬过温点是吧？对啊，反正就这个咬，一个咬。啊？对。你明天哪咬的？你呀。对啊。哇，这怎么样？就亲上了是吧？啊？对啊。刮到了，刮到了。对，就跟他玩嘛。他们为了他妈弄条撅出来。整来整去，他们会动的，我觉得好玩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说威廉弄条鸡巴出来，飞来飞去的，对不对？他们狗真的会动的，我觉得好玩啊，地上。哦，咬到了，对啊，那有打狂犬疫苗吗？猪狗又没病啊，他不，我的意思，但咬到了就要打呀，你不知道吗？这边不会的，这边没有的，基本上不是流浪狗都不会有狂犬病的。我他妈咬了，他还问过一次，专门问过一次，我操，我贼担心那时候也，因为这边狂犬病就有什么浣熊啊那些会有，我操。哦。哇。威廉有哭吗？没有，他也知道他妈的狗，我就跟他玩了，我操。严重吗？不严重，划了一下，牙齿划了一下。哎，只要取伤。Yep. Thank you. 要不然这样，这边寄生，这边给你，好不好啊？这么好，为了这个他妈的，就他妈收三十块一个小时，太厉害了。
犯规，死球才能拿到分上。
尿，他喜欢尿尿是吗？大哥嘛，他怎么输嘛？我杀我杀。后卫，这个他妈的，唉，
我想去抽烟了，一会儿赶快结束。叫他们，他们一般都投降了吗？刚刚他们投的降，好，那好。能看到这上多久？多久？现在多久？301。301？啊。我说是限时间吗？哦，这是上的，这是上的，啥意思啊？我不懂。这录了时长吗？录了，对。看不到。好快呀！一千一千，好慢啊！没有啊，挺快的。这是第几节啊？第二节是吧？你他妈第几节都不知道？你他妈计分呢？天哪！行行，爷爷，给我给我给我。stop 一下，我操！疯了呀！真的。老方，老方，他妈，那不叫折扣吗？我操，来一个折扣看。哦，火弹只能靠射到射了，这个很小的人，这种能杀我，你看现在。你看我他妈我都启动这么躲步这么多次，才会没追我的。他们给我们的球能射个位置这么香的吗？对啊。我射过来，对啊。操，人倒了，我操！这他妈就捡了。啊！给人倒了，我操！这是咱老弟给咱兴发的路上倒了，太惨了这个。